伦22日在台北出席电台活动，为新专辑做宣传。他亲口证实大婚的日期为明年的1月18日，也就是他36岁生日的当天。周董否认前些日子在英国的海德公园向女友昆凌求婚的传闻，笑说要有也会在神秘的地方，大家知道就不神秘了。至于被问到是否已经求婚，他则大卖关子的表示要看看对方手上有没有重要的信物了。据悉周董大婚以后会来内地录制最强大脑，此通告也是周董在婚后的首个内地通告。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。